我谂我都系冇钱赎翻噶啦，帮尽佢啊！ 村帮列楼大养十个，同治皇帝用过噶。哇，你唔准讲，系人都知道啊！同治生花柳死嘅，吓佢用过呢一个尿壶，用乜嘢我都俾佢惹埋噶。大养五个，呢件所谓家传之宝，不长成咁，吓到你冚家死人冧楼，用乜嘢我都俾佢黑埋噶，啊！大养三个。 哎呀，大吉利是同治皇帝用过，佢生花柳死噶。怕花柳系富贵病嚟噶嘛？你估想生就有得你生噶啦咩？清朝咁多个皇帝啊，个个都寿终正寝嘅，唯独是系同治一个生花柳死嘅。你话呢一个尿壶系咪零舍矜贵嘅呢？咁几多钱先？古老板啊，见系你啫，就收你。 50个大洋。古老板啊，谂谂下，我应该收你60个大洋先。喂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噃。讲好咗50个大洋，我而家即刻俾现钱你。名贵古董料壶贱卖50大洋。大掌柜。